二队枪炮，热感飞弹准备。二队收到，二队收到。一队法师，敌人突击准备。先退回攻击场。哼，又来一个找虐的。漂亮，小心。别慌，稳定手速，放弃兵阵，先归斩，在月光斩，攻击跟上，失误了也不要乱，越是情况紧急越能锻炼你的心态和判断。明白，前辈。来一个刀阵加持。鬼阵，看准时机，停坐标，叠加鬼阵。明白，明白。会长，三队刷图都回来了，需要支援一下吗？不用了，前菜而已，探探底罢了。兄弟，我这人说话不爱绕弯子，开门见山，有话直说吧。副本记录除了我们霸气穷途，以后别给其他工会刷了。哟，想买断？那价格方面可要做好准备啊。又想敲一笔？好，你开个价吧。
水杯没水了，要不要再去给你接点水？我自己接去。哎，继续打呀，继续。哎，打完了，忙里偷闲。那个 B 区56号服务铃要按炸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炸了吗？是不是坏了呀？我怎么没听到啊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老板，他这灯啊，还装。赶紧去。哎，小唐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作业做完了吗？正在做，正在做，还不快去、啊！哦。来瓶水，谢谢。我去，滚！滚！要完，咱月亮公会要完啊！这是，叶修，赶紧想想办法呀！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咱们这种小公会，也没有什么高手坐镇，解散很正常。找高手兄出马吧，好歹有些私交，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吧？你确定那是私交，不是私怨吗？我是月修，公会要紧是面子要紧，自己想想。喂，求你帮个忙。那个，最近忙吗？太假了。君不孝，你听说过我们玉龙公会吗？其实我非常不好意思